为什么给那个不可拿远一点，让它爬，然后对，不妨不可拿远一点，轻轻的哦，不要让它手。再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妹妹呢？妹妹在哪里？灰熊啊，外貌太放在那个 end， 不要用到他的手哦。为什么没有刮我的手光？轻轻的把他手搬开，对，然后拿去那个 end， 再远一点。快点快点，别叫，快点 ，Go Go Go！ 最远最远的地方。那就再一次。那个 piece 拿起来，对，轻轻的哦，轻轻的，才不会弄到他的手。先把大的拿起来，对，先把大的拿起来。拿过去嘛。你先拿大 piece， 再过来拿小 piece， 快点。把小 piece 放在大 piece 旁边，对，轻轻的搬开。那个最小的拿走开，它不然它会吃下去的。哎呦，没抱住。Say hi 一下嘛，快点来。Hi。快点，妹妹在那边。旁边。远一点不够远，那我可以帮你手切吗？等一下了，我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已经 4 minutes 了。那你去吗？等一下。妹妹叫妹妹看你。妹妹，你让她笑一下嘛，要不要 ？Hello。你让她笑一下嘛。你要动。妹妹。妹妹。再去让她笑。照一下，我看你的脸，头低点，头低点，对对对。啊啊，拜拜哦。
妹妹要亲你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舅舅你先看这边嘛。啊！看这边，再一次。